逮捕了林姓的犯嫌，并且啊查扣作案用的西瓜刀一把。哦，据了解，哦，本案啊是由于林姓的犯嫌因不满张姓被害人跟他未成年的女儿交往，哦，在昨天前往啊张姓被害人的住处要找他的女儿，啊，此举引起了张姓被害人不满，所以在今天晚上啊，哦，就到林姓犯嫌的槟榔摊，哦，要找林姓犯嫌理论。哦，在理论的过程当中啊，哦，因为意见不合，哦，发生口角冲突，林姓的犯嫌啊就持啊这个槟榔摊里面的西瓜刀，哦，挥向被害人。哦，本案讯后啊将以伤害罪嫌，移请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。